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十二月初二的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人知。国内增加十七个带病入境证，是今年一天带病入境上界侪的时阵。另外，政府也要推出暗时到大会场的疫苗注射站。有民众去拍到台地的车厢准备停未住，是要刷去。这款情形近六年前就捌较让人投诉，不过到今拢不改善。在高雄，一位老师做一个交通安全引导，却去互弄红灯的轿车弄一个昏迷不醒。教师团体也呼吁讲，要尊重老师的专业。讲到咱国内，伫今仔日咧是增加十七个带病入境，也讲到咱国内为着要对抗 Omicron 变种病毒，指挥中心宣布讲，对即马开始第一类到第三类的医护人员甲防疫人员，即第二档若准注满五个月者，会当来注第三档的莫德纳疫苗。另外，过年期间的检疫，不论是七加七或者是十加四，期末采检拢改做是就地采检，也会加强电子围篱的管制措施。国内新冠本土继续加零，已经连续28天零确诊，也无死亡病例。啊，不过煞增加14个境外移入病例，其中7个是突破性感染，这也创今年以来境外移入确诊病例一天新冠纪录。17例里面哈，那5人是渔工哈，那5名是学生，那2名是船员。那国人有3名，那其他的有2名。因为新型南非病毒株 Omicron 来势加强，为确保国内医疗和防疫量能，指挥中心宣布，为即马开始已经完成注两剂疫苗，而且满5个月，应对加注第3剂疫苗，优先做对象是第一到第三类医护和防疫人员。因为公布出国的外交人员、代表国家出赛的运动员、选手等，到12月7日，差不多有600人符合资格，对加是莫德纳疫苗。基本上莫德纳量是一定是够的，那至于要打 BNT 的话，那可能就要等这一批现在现有的手头的量先留给第二剂的人打，好，那如果再有进来的量，我们才会开放好给这个打第三剂的来做使用。奥密克戎到底有偌恐怖？南非上新的检测结果发现，甲 Delta 比起来，感染奥密克戎可能病毒量较低。目前抗原快筛检测依然准确，啊，不过传播力增加对疫苗保护力影响，是不是低速等症这资料也该进一步研究？指挥中心表示，即马伫全球至少27个国家出现370个确诊病例，尤其伫南非短短1个月就成做主流病毒株。10月份的时候 ，Delta 还是占79%，所以就是在这一个月当中，就是这样子，猪羊变色哈，就出现了这个 Omicron 为主流的这个疫情。因为春节检疫7加7或者是10加4专案，拢和外界烦恼是不是出现防疫空棚，但是中强调，不管是在集中检疫所或者是防疫旅馆，相关采检拢该做就地采检，也免坐防疫家庭车到病院，同时加强电子围篱这管制措施，各家。但发现防止违规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目前，咱国内头一档疫苗注射率有超过78%，这第二档只有57%而已。为着要变这第二档的疫苗注射率，行政院长苏贞昌宣布后礼拜也要来注第二档咯。也要求讲，就要有暗时的注射站，甚至是大卖场也当做安排。有真侪大卖场业者拢表示，会当配合政府来设疫苗注射站。他是第一个打针。民众注疫苗免预约，也免到诊所、人客人、百货公司都有注射站。屏东县政府甲百货业者合作，连五间设置注射站，开放民众注莫德纳疫苗，避免的服务。和医生出来讲，注疫苗也可以当减肥物件。就买完东西顺便来。然后待会可以去看灯了。打完针就是太平洋买一买，然后消费一下。目前国内第一剂疫苗注射率超过78%，第二剂57%。也不过随着国际疫情严重，政府加紧冲刺第二剂注射率。行政院长苏贞昌有计后礼拜备注第二剂，也要求开放夜间注射，加规划百货卖场随到随注，有百度甲卖场合作举办抽奖，刺激注射率。各县市相关可以提供方法，那么到百货公司到哪里，这个就是可及性、进便性，让他这样。那另外我们也有跟全联这边有谈，就是说他们也暂提供了174个点，我们就是全国有174个点接种，就会有提供一些赠品之类。
指挥中心甲全联合谈，全台至少有174个注射场所。目前当地找适合地点，全联表示进前有配合做流感疫苗的经验，即摆会全力配合。甲落后表示继续甲各地方政府结合，注射站的位置将规划伫各店的美食街，避免人挤上客。连上班的人来说也方便很多，就不用等下班时间才去预约。现阶段已经有在跟高雄市政府这边合作，提供了四家的分店，那提供消费者做施打，而且现在目前的效果是非常成效的。另外，宜港注射表的情况，合法宜港注射率低过50%，苏贞昌下令爱建立失联宜港的防护网，佮强调即马唔是俩失联宜港，而是爱予因相信政府的相信，安心注射表。记者综合报道。打入魏高家如姓林的嫌犯，法院在今天半暝啊裁定羁押禁见。以上的过程，嫌犯不承认有甲高家如偷袭，甚至佫讲这个镜头是高家如换的。高家如委托的律师今天出面表示，这姓林的嫌犯拢伫咧讲白贼话，无任何一段影片是高家如翕的。你为什么话他应该很开心啊。在法警戒后，下家回地检署，姓林的十波人涉嫌拍的为高家族，只是被问到偷袭，伊又还无承认。有没有私密照？有啊，我讲过啦、啊，当然有啊。是你帮他拍的，还是他自己拍的？他都有啊，我讲过啦、啊，也有他帮我拍的啊，都有啊。也有他长进的很多啊，当然有啊。但都没有外流啊。无承认偷袭，佮反抗高家族亲身翕的，都连拘禁、提示的影像威胁等，拢无承认。按过法院认定，伊涉犯恐吓、妨害秘密、妨害电脑使用等七项罪嫌，而且多帮串灭证据、反复实施恐吓等理由，在定期押禁见。走路的短短的时间呢，他都能够去捏造，瞬间的去想这么多的谎话。这让高委员呢是非常不能接受，所有的影片呢没有一个是高嘉瑜委员来拍摄的。对业指控高家族违禁读书，伊强调拢不是事实，佮指出检方查扣的随身碟，甲高家族看到无同，怀疑证物已经被调包，那视频影像外流，做实情报复，伤害恐惊侦判受害。普遍轻判，那像这样子的话，就无法达到第一个无法达到吓阻效果。如果达不到吓阻效果的话，那被害人的影像就很有可能就是外流出去以后再也收不回来。那对于他们的影响是一辈子的创伤。就今只是一科法金吴兵团建议设定限度下限至少6个月，搁设三度登记制，避免有人将视频影像传到云端，也就是到备份藏起来，轮做成卡油工具。国家族也以自身受害做补，提案加强对实情报复的处。希望后性温室环保好更加完整。记者综合报道。立委高嘉如当着这款亲密关系暴力，不过数一挂人伫咧批评讲，这受害者家己也是爱做检讨。妇女团体甲立委伫今仔日就召开记者会，强调讲无论是虾米款的社会背景的人，拢有可能会当着这款代志，因也呼吁各界应该互遮的被害者一挂支持。一个高社会地位的被害人，他在第一时间勇敢出来求助，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容易。对立委高嘉瑜，伊亲身来讲亲密关系暴力遭遇，妇女团体感觉讲伊真有勇气，不过嘛感觉真痛心。根据统计，亲密关系暴力的通报案件数，这几年来拢伫6万件以上，去年更加是突破6万7千件。除了是民众因的通报意识有增加，这嘛凸显讲这款的问题来发生，这唔是罕见。非同居的一个家暴的一个案件，有逐年的一个上升，言语威胁啊，跟踪骚扰，后数位科技的性私密影像，从被害人的角度而言，其实下架移除是更重要的。在事件爆发了后，在网络顶端开始来出现检讨甲谣言讲受害者的讨论。妇女团体因认为讲，这种的声噪，确实是让受害者因正恶劣来求助的原因。特别是今啊，有愈来愈多去牵涉到私密影像的这个性暴力，确实是让未少加害者因安尼无咧错。那收集证据的部分呢，包含了拍照、录音、影像各种的方式的可能性。如果成为了鸡婆的路人甲，其实我们就有可能救了一个人。我们更重视的是被害人被侵害的这些性隐私权、性自主的部分。这部分的法益其实在刑法里面并不相当，我们也觉得应该要来做一个处理。目前现在也没有任何的法规能够协助被害人要求对方，或者是在平台上删除这些照片。
立委王婉如认为讲，应该都要赶紧来侵害性这款影像的相关防治法进来个制定。另外嘛，呼吁各界都要提供被害者更加安全、优先的环境，安尼才让因愿意提出来勇气来求助。记者综合报道。有旅客在网络顶头，甲进行坐自强号这车上毒毒药的影片抛出来，讲这船的程度未输是几台车强要离去同款。台铁表示讲，这是车辆外部边境所造成的，已经送回去修理啊。这款 PP 自强号已经是25年的旧车了，六年前就捌去予旅客投诉过，不过这款的老镜头，甲呾也拢无解释。陆客伫相关网站分享影片，伫11月30日，一个代替自强号为从华北到台北，结果车厢一路摇甲真厉害，就亲像驶伫个石头路面的感觉，摇甲亲像要解体共款。公司记者实际坐共款的自强号列车，虽然无亲像网友拄到的摇甲真厉害情形，啊，不过加速的时阵，车内物件确实摇来摆去。电台者陆客也表示，这班车平常时都是安尼，想要休困者拢感觉无舒适。睡的时候就没办法。好好睡觉，会不会觉得很恐怖？是不会到恐怖啊，因为我蛮常搭火车的。代替这款 PP 自强号的车是民国85年向韩国现代晶钢买，迄个时阵编列150亿预算，现代晶钢开出72亿设计得标，买400台，目前线顶还有381台已经造成31列次。因为路线东部、西部拢区无包含支线，是代替自强号主力车种之一，不过已经超过15年影响品质。列车设计抢标了后，维修零件常常欠了，后来因为改造撤离伫台湾的维修厂。代替干能家己检修，代替飞行车的油价真厉害，是车辆无毫无平均地数，已经在换。经过我们反转检查之后，我们发现它的车轮还有8个车轮，都有磨耗的现象，所以车轮我们都会重新进厂去做一个喧嚣。前几天也有其他的车长也有遇到有发生同样状况的 PP， 都是有旅客反映有震动这个问题。负责做那个列车检查的师傅他们也提到说，其实 PP 会震动就是老问题了，那因为就是老车。代替产业工会表示，不少车长拢接到旅客反映 PP 自强号高速度油较真厉害。第三观光也甲咱汇报检修单位观光，希望代替赶紧换新的，唔通让老问题一直出现。记者综合报道。台铁的东部干线昨暗有一台复兴号在花莲发生车厢分开事故，列车赶紧换站检查。面对着台铁站发生两站事故，交通部长王国才是真生气，要把这个公务处长换掉。不过调查的位置今天拢积极讲，这换掉主管敢有法度解决问题呢？王国才表示讲，台铁当日改革要有真侪机制要加入去。行政院也强调，讲这台铁的公司化改革正在进行当中，相关的沟通到一段落了后，会加速相关法案的进行。在花莲万荣段车厢分离的复兴号列车，第30和第40列车厢目前已经接倒转去啊。这班车在初一暗时啊，车厢向向分开，尾后代替证实是有铁棒啊，在铁轨路内底，才会造成事故。也那工程是由铁道局代办的。另外，德鲁古自强号初一嘛，叫更调喊着，加在无人伤亡。今年台铁事故的统计资料，截至8月为止，已经发生至少33件一般的事故，其中包含23件民众误闯轨道的事件，跟6起火车出轨的事故。事件之后到现在，过去这半年，检视了所有全台湾的工地，我们的防护没有做到到位嘛？台铁连续一直出代志，调查的立委是美甲，也大大影响旅客信心。而且对在发现讲，负责代替几个干做案的工程公司是联合台地。4月份在陆股自强号发生事故的时阵，涉嫌暗勘甲停报假的工程进度，也够初一在陆股自强号去有钢条焊着。这个案件的干做商嘛是联合台地。另外台东的边埔工程，施工的风雨无够，防下令停工。也够旧年底代替瑞丰的边埔房贷，受委托去执行边埔检测的，这招招拢是联合台地。现在很多都是在第一线。所有要求4个处长要深入地方哈，来了解每一个工地的状况。王国才讲，代替当地做改革，不过前面现在有真侪机制要加强，各界嘛关心代替公司化进度。台铁的改革在中长程关于所谓的公司化的改革部分都在进行中，对内部的工会等等的沟通是有必要的，那这部分并没有卡关。行政院强调讲，院长苏贞昌对代替发生的安全问题，拢有伫掌握。嘛强调讲，代替公司化改革有持续伫进行，相关的沟通到一个段落了后，正院拢会加速相关法案的进行。
记者综合报道。高雄鳳翔國中有一位查某老師，昨昏當咧進行交通安全引導學生囡仔過車路的時陣，煞予一台撞過紅燈的轎車弄一個重傷，弄一個昏迷不醒。這場意外也引起教師團體不滿，認為法規也無規定老師要去維護囡仔的交通安全，也認為講這甲教學專業無關係，無排除要發起拒絕交通引導行為，希望政府就要重視老師的安全。外面正抢兵，学校的导航老师才当举机啊走出来，要引导学生过车路，就去予对方弄红灯的黑色轿车弄到。这个事故发生伫咧初一早起七点外，轰弄到的是高雄鳳翔國中的四年的体育老师，目前因为头壳内底有出血，手术了后搁伫咧昏迷。预计希望三到六天，他可以恢复意识，可以清醒。那如果脑压有下降的话，那应该就是比较没什么事情，所以这几天就是黄金期。违反了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53条一项闯红灯，那还有61条三项，那肇事致人受伤，这个部分需要吊扣驾照3到6个月。这个人弄到姓林的驾驶，甲警方讲，伊是当官要上班，才无注意到红灯，酒出了后并无饮酒赛车的情形。不过赛车的人落红灯，佮违规正法，嘛无让行路的人先过这种行为。学校的老师说这种情形是真严快，而且大部时都要烦恼自己跟学生的安全。有些摩托车他不管我们有没有站在那边指导护，还是有学生经过，他还是照样就是会右转，他不会管我们有没有在那边。学校的导航老师跟志工家长不是警察，无法度要求赛车的人都要遵守交通规则，加上教师法并无明定老师有做交通引导保护工课的义务。现在老师因为负担这个工课，有安全的风险，也引起几个教师团体的不满，讲要发起不合作的运动，让老师免阁做导航的工课。高雄市教育产业工会嘛，呼吁市府都要明定出导航相关的法规。导护的一个范围就限制在校门口四周就可以了，不要再过度去延伸，那会增加老师的负担，而且其实危险蛮多的。根据教育部的统计，位置从2019年到今，因为导航的工课发生交通意外，拢总有51件，13人，其中老师是占1件。高雄市教育局表示，目前是采用警察、老师甲志工三方面联合导航的方式，嘛会收集各间学校的意见，甲高雄市的教师团体来讨论，研究出改善的方法，确保做导航工课时阵人身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英国的保育团体鲨鱼守护者近日有公布一份调查报告，讲去年12月到今年3月，因为去到屏东东港甲高雄前镇查访，发现讲这13间的加工工厂内面，有超过一半业者拢有伫咧卖强迫动症的鲨鱼鱼翅，因也批评台湾政府根本就不伫咧管理。过去掠鲨鱼挂鱼线，鱼线平掉，和国际保育团体批评，佮伤害台湾形象。农委会自2012年推动鲨鱼是无厘新的政策，最近到渔船违规淡化500万收回渔业证照。啊，不过英国保育团体鲨鱼守护者人员，去年12月到今年3月参观东港甲前镇加工业者，发现管理真松，业者承认在国内卖，无需要证明物件。鲨鱼守护者指出，业者承认无法度分辨鱼翅是不是来自濒危鲨鱼，因发现13间加工加贸易公司有7间超过一半拢在卖濒危的鱼翅。包含华盛顿公约附录之一大白鲨、乌鲨、灰鲨等6种，呼吁台湾政府应该马上停止残忍甲无养殖的鱼食交易。这种侵犯海洋资源的行为也应该停止。渔业署表示，国内严格执行是无厘新政策，淡化不法渔船的禁业已经要上映。我们已经执行了6414次的鲨鱼卸鱼检查，也查获到违规案件62件。那相关的这个行政罚款有到9406万元，只要碰到这样的事情，我们绝对是重罚。调查报告指出，高度怀疑一挂非法挂掉的鱼翅被掺入去有洗鱼翅的嫌疑，现时无落实管理。渔业署强调，公约附录之物种依然应合法去掠，在国内也应买，只是未到国外都爱检附来源证明书。针对洗鱼走私部分，渔业署表示有相关管制，那查到拢是重罚。记者综合报道。
最近阁有餐厅化工要起价啊，亲像兴业日本料理店，讲对明年开始就会起100元。另外卖火锅的某某 Paradise 也讲要起价，学者分析讲，也未起价店家目前可能准备也未起价啊。平常时啊，一到第时间，店内用餐的人客无济，各家日本烧肉连锁店亲像无受计小气的影响，多数的人客又还愿意付钱。当地官网公告，12月7日一起，部分食甲饱的方案计小条件分别起30至50元，虽然只有计小较贵的方案起，并且方案计小无变，不过消费者表示有部分的肉片无供应。有某些部分的话就没有供应了，所以可能跟他的菜单上面说稍微有一点点稍微改变一下，是有些其他东西没有上，上的时间会比较慢一点点。另外，知名寿司烧连锁店某某平乐台也公告12日起调整计小，并于中昼顿起10元，暗顿地价起50元，而且无包括一项服务费。餐饮业起未停，未少人就买完最近这波起价，比外口食饭开销低一到两成。消费者看到的是现在涨价，对我几乎都外食，涨价的话可能会多一两成有。价格可能有调整，但是量没有减少，品质反而还增加了一些。另外，吃到饱新业日本料理强调受国际原物料价实在成本起的影响，也宣布起价少，并且假日中昼暗顿起100元，下昼地起80至100元，平均起53%。而且分析主要是国际运费起，数据性通膨，应该继续到明年第一季。香港的问题应该不是短期之内可以解决的，这一波的物价上涨的压力会到明年第一季。学者表示，有原在观望的店家抢镜，也在准备起价。最近政府关税减免政策，抑制物价效果短期内消费者看袂到。记者综合报道。车站内的播音声声声句句 CU 阿罗哈，经营超过20年的阿罗哈客运内部广告讲，因为受到疫情影响，目前只剩台北到高雄、台北到嘉义这两条路线。12月14日过后也要停止营运啊。高雄区监理所也证实这项消息，表示业者伫明仔载会召开股东会，要来讨论讲干要停业。阿嬷拄仔落车，站务人员就来倒挂行李。亲切的服务一直是人客对这间客运的印象，但即马却传出经营23年外阿罗哈客运一号发出内部公告，表示剩的两条路线，台北到高雄、台北到嘉义，会伫14日停止营运，等于是全面停运，让老员工甲人客拢真唔甘。今日阿罗哈，我是终身阿罗哈，今日为阿罗哈为荣，明日我为他争光，就是。天底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很可惜啊！对啊，这我不知道以后何去何从。我等下到隔壁去问那个核心，看有没有到乌谷。二号透早10点往台北的班次，到两个人客上车。员工表示，过去高铁通车已经让客运失去未少人客，这两档已经更是重重打击。另外，2019年甲2017年的重大死伤事故，同款打击到阿罗哈，今麦雄雄讲要停运，嘛让附近的居民去甲替员工发声。很多员工啊。啊、如果是一家之主，好，那靠那一份薪水要怎么办呢、啊？展望说现在国旅能够复苏了哈，那这个部分我昨天已经请公路总局进行这个了解。民众希望政府到三工总部伫高雄的阿罗哈客运，高雄劳工局表示还未收到业者通报大量资遣。高雄区监理所证实路线停驶的消息，表示业者3号会开股东会，可能到时阵才会确认是毋是要停业。但若真正停业，恐惊对员工来讲，明年会有一个歹过的年。记者陈环武、柯建准、林志坚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欧盟执委会的主席冯德莱恩，且伊表示，欧盟还有1/3的人口还未注过疫苗，会要求会员国就要想尽办法，强制因的民众来注疫苗，对抗着奥密克戎变种病毒。另外，世界卫生组织194个成员国，且伊也同意制定一项新的协议，就是答应要做伙来面对未来可能会当着世界性疾病大流行。与会成员国站起来默哀一分钟，要开3天的世界卫生大会，找伊即天来进行上尾的议程。担任副主席的贝兰卫生部长，伫个全体194个成员国全体来拍脯啊，宣布讲通过决议，要来启动谈判的机制，来制定防范甲应对全球疾病大流行的条约。Of course, there is still a long road ahead.There are still differences of opinion about what a new accord could or should contain. But you have proven to each other and the world that differences can be overcome.
and common ground can be found。世卫秘书长谭德赛嘛咧呼吁讲，各国应该都爱刷咧来合作对抗疫情。新冠疫情较大，伫个全球已经造成500多万人死亡。伫个最近才爆出来新变种病毒 Omicron， 已经来探到全球20几个国家。欧盟的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嘛伫个记者会顶悬讲，欧盟有1/3的人口，也就是差不多有1亿5000万人还未注疫苗，即马都爱来讨论讲，是毋是要来强制注疫苗 ？It is understandable and appropriate to lead this discussion now.How we can encourage and potentially think about mandatory vaccination within the European Union. This needs discussion. This needs a common approach, but it is a discussion that I think has to be led. 面对这个奥密克戎的变种病毒来到香港界，各国拢刷咧来实施边境的管制甲旅游禁令。不过 ，WHO 伫咧去年的2月就表示讲，旅游禁令干那会当伫咧疫情爆发的初期，替各国来争取一寡时间。不过，安尼刷来造成对经济甲社会真大的影响。所拜这个英国流行病的学者就讲，要来采取适当的检测甲隔离政策，安尼才会当来减慢病毒咧消灭。公司新闻郑怡人编译。联合国旅游部门进前表示，疫情后今年全世界旅游业尚无了比金两条的收入。即马阁出现 Omicron 变种病毒，会乎旅游业是更加凄惨。联合国秘书长伊也反对讲，针对特定国家实行旅游禁令，颠倒是爱扩大对旅客裁减才是。疫情冲击全球的旅游经济，旅游业要复苏，原本就唔是遐尼啊简单嘛，真恶。即马阁拄着新的变种病毒 Omicron， 各国嘛定出新的旅游限制。这嘛，予旅游业的情形是哪来哪歹。Such solidarity between countries has defined our joint response to a shared crisis. It is now more important than ever as our colleagues in Africa deal with the challenges of new variant. 南非开普敦的杜湾港，原本应该是有坐坐游览船甲游客，初一这一天煞拢无半人，酒吧甲坐坐景点嘛拢无啥人客。变种病毒 Omicron 伫非洲南部的国家先后发现的。各国小连锁定出旅游的限制，后面将对旅游大国的期待，煞雄雄拢消失去。But now that this Omicron came out, now we are going backwards again. Yeah, so we starting all over again. 为了阻挡新的变种病毒，菲律宾嘛赶紧打动啊，取消原本为12月份开始批准有注疫苗的外国旅客入境的政策。这嘛，让长滩岛的画家阿伯托是感觉真失望，因为伊靠卖画图的作品，让外国游客来生活。最近这两年的封锁，已经严重影响伊的经济。Actually, na mag-okay na ulit, bumalik na sa normal, magtuloy-tuloy na yung ganitong negosyo para makabangon na ulit ang ekonomiya, yung kabuhayan namin dito.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批评讲，各国因为 Omicron 对特定国家实施旅游禁令，这唔但无公平，嘛无效果，不如扩大对旅客监测。With a virus that is truly borderless, travel restrictions that isolate any one country or region.Are not only deeply unfair and punitive, they are ineffective. 联合国世界观光组织最近表示，受到疫情的影响，历史2021年，全球的旅游业是减两条美金的收入，差不多是台币55条。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罗西亚又搁伫咧乌克兰的边境安排军队，这个消息咧引起北约华府甲莫斯科紧张。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才伊提出警告，讲罗西亚的军队若准入侵乌克兰，美国就会实行上届严重的经济制裁。布林肯才伫也甲罗西亚的外交部长见面，这件代志引起世界众人关注。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顶日啊，伫拉脱维亚里加的北约外交部长会议当中，讲俄罗斯搁伫克里米亚半岛、甲乌克兰各界地区集合115000的兵力，军事入侵的态势是真明显。库列巴呼吁都要采取同时进行的方法，包括明确甲莫斯科来沟通，准备好制裁的方案，甲扩大对基辅的军事援助。总统格林斯基初一伫国会发表年度演说的时阵讲，东部顿巴斯的内战已经持续8年，若无直接甲俄罗斯来谈判，战争就无法度结束。
І ми повинні говорити, знаючи, що у нас сильна, потужна армія. 消息一日出来，首都基辅的独立大厅，暗时啊，约一万两千个示威者，指控吉林书记反背国家利益，甲大家骗个冤冤死，要求伊在辞职下台。Що відбулося щодо, наприклад, справи вагнерівців, це абсолютна зрада державних інтересів і я вважаю, що президент України набрехав власному народу.乌克兰东部的军事发展，搁一届伫北约、华府、甲莫斯科之间引起紧张的关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暗算会伫斯德哥尔摩举行的欧洲安全合作组织会议，甲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进行会谈。布林肯出发进程伫里加警告，俄罗斯的军力被人入侵。北面会受到强烈的经济制裁。亚纳克里姆林宫是八会讲，并无入侵乌克兰的计划，而且把局势紧张的责任全部拢撒去给西方提供现代化武器给乌克兰，在黑海做军演，也有出动轰炸机在俄罗斯边界飞行等等的事件。另外，华府和莫斯科互相驱赶外交人员出境的行动，阁有新的发展。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沙卡洛娃初一下令，伫莫斯科踮超过三年的美国大使馆的人员，拢爱伫明年1月31日进前返去美国，来回应美国顶礼拜下令27个俄罗斯大使馆的人员甲因的家属，明年1月30日离境行动。公司新闻王惠文编译。1000多公里长的中寮铁路对初三开始会先通行辽国路段，这是中国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的一部分，会当缩短中国西南地区到辽国市场之间的运输时间和费用。不过，这个工程也让辽国负债真多。另外，后面公布全球分户计划，到2027年会投资欧元3000亿，协助发展中的国家来进行基础建设。这个计划未输是要对抗中国的一带一路。这媒体人士揸摄像机，坐辽国国旗代表色彩的红蓝白车厢列车翕沿路的风景。这是中辽铁路的辽国段，为湖南昆明到辽国永定，为初三先开通沿江浙中国西南地区到辽国市场之间的运输时间和费用。按古碟为安部分是由中国公司得标。铁路开通以后，可以节省我们的运输成本1/3。澳洲学者分析，这是中国“一带一路”建设项目一部分，由中国和辽国各投资7:3的资金比例建设。按过辽国三成费用已经占年度 GDP 的1/3，有关乎过半债务向中国融资借钱，甚至各将辽国电力公司卖给中国企业，解决债务违约风险，佮以资源换资金的方式来行，主要向中国提供架空。Prior to COVID, already had levels of debt.Around 50-55% of GDP, which for a big country that has a lot of exports is something which is viable, but for Laos it's problematic.这几年，不少经济学者分析，中国“一带一路”建设拢烦恼沿路国家会限制债务外交危机。欧盟也这时阵提出全球门户计划，要协助发展中国家基础建设。We want to show.That a democratic, value-driven approach can deliver on the most pressing challenges. We want to show that it can, on one hand, meet local needs, but also, on the other hand, tackle the global challenges we have.澳门提出2021年到2027年之间投资3000亿澳元，支持高品质基础建设、营造型能源、数位化转型、甲其他健康教育等优先项目，对抗中国“一带一路”意味真高。公司新闻，陈世东编译。开放国会论坛伫今仔日在台北的一个所在呢，总统蔡英文也来到现场，而且讲到讲咱台湾是徛伫咧民主风扇上界头前，关于和各国来分享经验。另外，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也拢书面来表示祝福，要来甲咱台湾相挺。听台湾呢，除了这个国家以外呢，除了到这个法国、荷兰以外，也有一个爱尔兰的参议院也通过到优待国际，反对用武力的方式来解决到中华问题。立法院开放国会论坛，初二伫台北登场，即摆有几啊个国会议员来台，加之线顶参与，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甲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拢致函祝贺，表达对台湾民主的支持。总统蔡英文强调，台湾处伫民主风扇上前线，愿意甲各国分享经验。
面对国际情势快速变化，威权主义持续扩张，我相信我们的目标就是打造坚实的民主阵营，共同强化民主的韧性。立法院长尤锡坤甲共同参加的美国国际民主协会会长米德惠，拢和中国在制裁黑名单两个人同齐气氛小热。尤锡坤更加讲感谢中国，予伊甲台湾加在米德惠这款的奖励。台湾的李系或者儿子，所以我跟米德惠先生就是这次就是共同被颁授勋章，那对在国际上好像知名度增加不少。All we're doing is supporting democratic values. We're promoting a positive agenda for people's freedom. People's freedom to speak, people's freedom to organize, people's freedom to choose their government.米德惠认为，制裁是更加凸显中国本质。伊会继续伊的工作。今麦国际间有待空中的商量，难大。继续法国荷兰了后，爱尔兰参议院初二也通过天台决议，呼吁政府增进甲台湾互动，反对以武力解决两岸分歧。那我们不会以此自满，我们会持续的努力，让我们台湾的良善，让我们台湾能够在国际社会上面的这个贡献，能够受到欧洲更多的注目。外交部长郭兆世表示，这一阵仔伫欧洲地区看到停台声音一直提升，将会继续争取更加侪支持。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十二月十八要进行四大公投案，即第四场公投说明会第二十案海草搭公投，正方的代表是荒野保护协会理事长刘冠梅，反方是行政院政府顾问谢志成。劳工部诉求讲，这生态要爱永续，无应该破坏海草搭丰富的生态。不过，谢志成也讲，这第三天然气接收站加高铁拢是共存方案，也代表讲，这是科技建设会当加生态做伙共存的。一零一八公投第四场说明会第二十案，另外海草搭正方代表是恒业保护协会理事长刘惠梅，反方是由台大退休教授、现任行政院顾问谢志成代表。刘惠梅首先诉求永续发展应该有明确指引，临时考核提出无应该要求7600年海草搭拔除。在环境状况好的时候，它才能够长一公分。为什么要要求7600年的生态搬家，搬到别的地方去，而不是要求第三天然气接收站搬到别的地方去，另寻其他的方案呢？咱的总统不是叫外人，大家的声音政府拢有听到，并且展现诚意，尽最大的力量降低三接对大潭海草搭的影响。谢志成是用台语为政府辩护，并非提案方直接将三角架破坏海草搭画上等号，扣上大魔王的帽子，是违背科学精神。思考供电计划应该放下国际甲政治对立。昨日第二轮发言，刘惠梅是强化大潭海草搭边缘27公里，政府动用成管，感性呼吁唔通损失这款的自然教室。那如果大潭早礁新建了第三天然气接收站，我想我以后可能不会带着我的孙子再踏进大潭这个区域。高铁可以，三阶没有理由不可以。我期待三阶与早礁可以成为21世纪开发与保育共存共荣的故事。谢志成最后以移动绘本水池的铺桥中，背景年代是高铁未来，再次表示三角是一个双赢的方案，强调大潭海峡的未来是生态丰富的水族园区，不是正方所说的海山谷。记者综合报道。上个月，彰化县消防局代理局长邱聪嘉因为交友大楼发生火灾这个案件的事件落台，县政府今也宣布讲，由副县长林殿富来兼任消防局的代理局长。外界也针对着这个人事案件提出质疑，外界是质疑讲林殿富也无消防专业背景。不过，县长王美辉却认为讲，伊是上届了解消防局内部状况的人选。彰化交友大楼的火灾造成4人死亡、21人受伤的悲剧。打过5个月，彰化县府宣布上新的人事案，由副县长林天富兼任消防局代理局长，初二上任。不过交友大楼案件涉及消防员的家属，甲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拢提出质疑。消防是一块很专业的部分，那林副县长他统筹，但是救灾他没有办法指挥啊。是消防体系出身的长官，都未必能
真正这么的体恤基层的，那更何况是完全不在这个体系，对这些人也不了解的一个长官，我们当然还是保持着一个比较怀疑的心态。彰化管护十一月初三，要公布交友会在行政调查报告。迄当阵的消防局代理局长邱崇嘉，请示有方批准。也那新的代理局长林振富，是海洋大学海洋法律研究所的硕士，捌做过管护文化局长甲教育处长，也捌伫咧台湾时代文化艺术基金会做过董事长。不过煞无任何消防领袖专业的背景。馆长王惠美讲，林振富专程督导交友大楼的案件，所以伊是较了解的。在桥友发生的第一时间，我们就是请林副县长全程来督导。那所以说，整个的目前我们的消防局里面的状况啊，我们呢希望能够更有战斗力。所以目前先由我们的林副县长先来接任。消防署表示，照地方制度法第56条的规定，县市政府以及单位机关的首长，除了主计、人事、警察、税官甲政风以外，其他单位的主管是由县市首长依法来任命的。针对彰化县消防局人事布局，因是表达尊重。彰化县消防局的局长的任命呢，我们消防署会尊重地方县市首长的人事权。根据消防署的统计，这些年来一直到今年11月底，各县市消防局这么多名局长当中，无消防相关背景，或者是无相关职务的训练，就直接派来做局长的人，拢总有7个人。不过，也毋捌有副馆长兼任消防局长的咧。虽然彰化县这个人事命令引起大家讨论，不过馆长王惠美也是认为讲，这是目前上好的安排。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市南寮大道的防备线是真高，严重的时阵需要机具来清理。不过，就立委表示讲，新竹市政府最近拢会要求消防警官就要提扫帚来扫这个南寮大道的防备线，即期新竹市政府根本就不伫咧尊重消防的专业。新竹市南寮大道因为常常有风飞沙，各号志提醒驾驶要注意。不过时代力量指出，最近有消防警员让人要求提扫帚来扫风飞沙，这期这是无尊重专业，而且造成消防警员的过劳情形更加严重。消防是来救灾救人的，如果有太多这种不必要以外的业务分散了他们的时间精力，那在面对这个重要火场紧急的判断的时候，这样势必影响到他们的生命安全。我们先紧急的清出一条安全的一个道路，公处的工作人员也到达现场，机具也到达现场来做处理。那我们就交给公处。雷进博消防署表示，会对这摆事件搁再进行了解和调查。另外，时代力量表示，新竹市是目前唯一将掠蜂掠蛇业务交予消防警官执行的县市，别个县市拢转到其他专门单位。消防署表示，各县市这业务目前正在偷偷转予其他机关。他还是要看各个县市的不同的状况，而有不同的进度。以我们新北市为例，过去当然数万件，到现在减到数百件。甚至到千件。消防署表示，新竹市完成业务转移的详细时间，搁在做确认。嘛强调，维护消防人员的权益，甲保持消防救灾专业的方向，目前正在拍拼。记者郭文定、郭浩、张水、新竹台北报道。水讲北部为手写大基本，国家基建发展法规定，伫咧111行年度的时阵，一个中小学必须爱修本土基建，包含着台基、客基、关注民基、马祖基和台湾手基。本土基建确定对明年开始会增加到中学、国中1、2年一礼拜就爱有一节母基的必修课，高中的部分是增加2个学分。请大家收看。公共电视。吴秋基将近30年，吴秋南这年来协助真济听力障碍朋友，今年下半年参加台湾秋季教育志愿人员42点钟的培训，摕到证书。上这个课42小时里面有蛮多，大概20几个小时都是属于手语语法，还有手语教学。那其实让我很惊艳哦，其实手语可以这么科学化。那时间稳准，伊想要去中小学教台湾手机，这个希望111学年会实现。因为教育部伫89处考信分组会、38处考信大会了后，所实施规范完毕，中小学必修本土语会如期上路，学生会为闽南语、客语、关注民语、闽南语甲台湾手机选一日，小学每礼拜一节，高中1、2年每礼拜一节，高中是增加2个学分。包含原住民族的语言啊，有非常多的语言，可能在目前来讲，
师资的这部分啊，会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何文忠承认，本土师资是下一个挑战。特别是成功高中校长苏明峰也讲，校内老师有原本教学，佮培训意愿无关，爱考袂少，教职真悬。若本土系选的学生上过少，会以线顶强学引进。目前规划两学分伫高职开设。所以我们会等一二的时候才开始上。一般学校大部分都会把这个课程放在弹性学习时间。教育部表示，高中本土语两个学分以第一学年开设为原则，也用在其他年级实施。也就是讲，若高中规划高三学习了才排职，也不是袂使，只是高三到高职强强，正做学习空旁个实质难题，是不是落实国家语言发展法，传承个维持多元语言文化发展，强强是一个问题。记者综合报道。12月18要举行四大公投，在新竹市是全国唯一会发出五张公投票的所在，是因为有民间团体做伙发起吃好水公投，今日嘛来到头前溪举办宣传，希望新竹市会当定出废污水管理自治条例，规定工业医疗使用的废水就要有专门的公线来做回收。去林河水公道民间团体甲公民代表来到新竹县市交界头前溪，宣传这摆地方公道案，希望新竹市会使定废污水管理自治条例，规定工业、医疗事业废水要有专门的公线回收。用公投的方式，让更多的主管机关背负人民的压力，让他可以更积极的来解决这样的问题。我们很讲求食安。食物可以进口，水你能够进口吗？所以12月18号，我在这里也要呼吁新竹市的市民，您手上有第五张公投票，我们一起投下这一张票，为我们的饮用水安全来投下一个美好的未来。柯启林表示，这次全国性公投，说实在，让大家有淡薄混乱，希望会使回归公民投票真正意义，尤其是跟人民生活有关联的公投，让政府听到公民的声音。是希望新竹市民能够同意订定废污水管理自治条例，针对我们头前溪以及相关的溪流上面的废水跟污水，进行它的相关的规范。各党派也派人来到现场支持这项公投，表达让民众饮好水，本来就是政府上基本的责任。照人数规定，要通过饮好水公投，大概要有90,000票同意。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嘉义县基地的中正堂是当地唯一的大型运动中心，之前有请艺术家来甲外面做一个整修大改造，今麦已经做好势了，带观众朋友做回来看。幼稚园的囡仔向馆长小家家己创作的飞鸭头，除了囡仔的作品，嘛有社区时代做的物件。嘉义县立德国小边仔的中正堂广场过去无人管理，即马改善了后，正做一个艺术广场。之前的规划可能没有办法这么好的使用，然后也有点那个脏乱跟杂乱，所以我想说，就透过这次的机会，用减法的方式先把这个空间打开来。很宽敞，很安心啊，然后带小孩就可以很放心的再让他们在这边玩啊，然后不用担心车流这样子。现在的比较先进，也比较漂亮。不像以前比较单调。新启用的艺术广场采用在地文化特色，透过社区和学校的力量重新整塔，经过当外改造工程，初二正式启用。学习去的时候做东西，然后在那边把它挂在那里展示。社区的老人以及我的幼儿园哈，大家共同哈。用因的智慧、因的创作，共同一起改变的。这5-6点钟来嘛，真方便。足好诶！广场正式启用，民众嘛增加新诶活动空间。嘉义县文管局表示，接下来希望透过业绩这种模式，大大改善嘉义县18乡镇诶公共空间。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法国诶地质学家安素杰在生之前登记投入台湾诶华东创国短暂研究纪录片导演这期，透过着安素杰留下珍贵诶手指簿啊，甲伊诶口述资料，要用纪录片来怀念伊对台湾付出。One of these fossils is this one, but it's enough to be sure that this is marine, and this is what I want to show you.
法国已经过身的地质学家安索耶1981年头一摆来台湾淡薄了后，就甲台湾这个外地质教学结缘，佮确立地上断层是活动断层。为了想要知道池上断层，它是证明它是一个活断层，所以它在池上断层上面，尤其在池上这个地方安置了5座潜变仪。那当潜变仪第一次开始运作启动的时候，他就惊呼说：“我摸到台湾的心脏了，它在动，它在跳。”安索耶对台湾地质研究进出来1999年，台湾发生九地一大地震以后，第一时间来到台湾研究调查，佮对台湾地震防灾做出贡献。那一年他就来了3次，那他开始真正关心到这块地震对这块土地所带来的一些灾害，所以他后面的20年就开始聚焦在所谓的地震灾害跟大规模崩塌跟整个地震防灾的这个部分。安索耶已经在2010年过身，也不过由原留了30本珍贵的野外地质调查手册，替台湾岛屿地动山河留了亲情足迹。公司继续将在初三拜五暗10点播出纪录片，带观众熟悉这位一摆一摆在土地遨游探测，佮真爱台湾的法国人。记者综合报道。圣诞节特别到啊！在英国伦敦的市中心，今年出现一张环保圣诞树，顶头是雕刻叮叮咚咚，拢是用回收来的废弃物做的，是要提醒民众讲，要爱有环保意识。元旦气氛愈来愈高，伦敦金融城市长也点到市区的元旦树，只是这张树啊造型真特别，装饰品全部拢是用回收的粪扫做的。而且假期期间，徛在伦敦金融城甲步行的十字路口。So we can create something, a wonderful work of art, something that looks very striking with that message of when you're thinking about Christmas, think about how you can make your Christmas a bit more sustainable.用的材料拢是路边的清洁人员加废弃物管理公司回收的粪扫、铁工啊、塑胶管啊，一个电子产品，比如记号卡加电脑的散热方式，拢成做元旦树的装饰品。伦敦金融城市长硬望这张环保元旦树，和平将反思在疫情当中，大家制作偌济粪扫。It's really difficult to change behaviors and patterns and habits of the general public, and that's really where it's at.这张由回收粪扫做的椰蛋树，也因为造型特别，成功吸引民众来这翕相。Something you see commonly, you know, on the street, but to see it in this kind of presentation is it's a little bit different. Probably won't have it in my house, but it does send a message, especially given what is currently happening.另外，英国首相强生在唐宁街10号外口，一群囡仔在椰蛋堡演奏乐器唱歌，让强生听个振振有味，帅气就是点到椰蛋树的灯火。虽然目前各国严防奥密克戎，啊，不过英国政府鼓励大家应安心甲亲人度过节日，未采取更加严格防疫措施。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明仔日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吉隆到新竹对13度到20度，屏东到云林是对12度到23度，嘉义到屏东是对12度到25度。依然花莲台东对13度到24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3度到21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新闻，我是嘉豪，咱明仔载暗时7点同款时间再相会。